秋紅的主唱阿 Jet， 做 audio 的audio technician。我是秋紅彈 bass 的河馬，做一些類似 marketing support 啊、promotion support 啊嗰啲。我是秋紅負責打鼓嘅，做產品設計。我是吉他手 KC， part time 賣樂器啦 ，part time 做 audio， 同埋就 part time 教吉他嘅。我是吉他手阿倫，我是做室內設計，初級設計，初級設計師。傾下偈，聽音樂 ，jam 歌 ，jam 下，跟住就埋一班。即係最主要係大家都住喺港島區，東區係啊，我都因為我自己都係住筲箕灣，佢哋住筲箕灣西灣河，阿 jam 住柴灣。呢度有架小巴翻好快咯。呢頭咧係好多重型 band， 係啊，所以都即係個 feel 有時見喺街見到，喂夾嘢啊咁樣。好開心咯！如果以前我哋試過有一年，即係好初夾 band 嗰時候，有一年係喺商係咯商業大廈，商業大廈夾 band 就唔得咯。第一晚齊架餐開 band 就有差佬上嚟啦，喂人投訴你哋吵喎。三次，依家兩次啦，四次都試過。上個 live 反得好啲，仲見得多過屋企人。即係翻到屋企，啲屋企人都瞓曬覺啦。練習咯，翻嚟唔係坐喺度嘅，即係彈嘢啊、度嘢啊。重型音樂或者啲節奏性強啲嘅音樂嘅話，咁你有啲 action 位啊嗰啲要好齊咁。咁嗰啲係默契嚟嘅。你個 performance 有啲咩甩漏要執生嗰啲，就係喺我哋平時排練中。練翻嚟，不過依家點解兩次呢？因為大家工作上越嚟越忙，真係。一齊撞埋落。啊，係咯。受傷啊。係咯。有一次我哋有一場 live 喺深圳嘅，玩到最後尾一隻歌噶啦，咁就我就太 rock 得滯，佢嗰個鼓咧就前面有一塊透明狀嘅嘢就圍住嘅，咁咧就全世界都以為係膠片嚟嘅，估唔到咧，咁我終於俾我試到咧，原來佢係玻璃嚟嘅，係啊，咁就依度連咗唔知幾多針。第一次出書就留住試住。快點。